有人说，婚姻是一种家庭牢笼，它将人类男性女性被束缚在家庭这个自身的牢笼里，无法自拔。肾脏是男性非常重要的器官，随着年龄的增长，肾脏的功能将逐渐下降。此外，每个人都背负着沉重的工作和家庭压力，过度使用他的身体容易导致肾虚，肾虚不仅容易诱发各种肾脏疾病，还会影响你的生活和幸福。肾虚患者通常有这些症状，男性朋友可以来看看他们是否拥有它。一、经常打哈欠，老打哈欠，有些人夜尿增多。二、性欲下降，性欲下降，性功能减弱。三、累了，当我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我感到很累，没有精神。四、尿液中有泡沫，蛋白质从肾脏流入尿液，产生泡沫，告诉你肾脏已经死亡。五、背痛，腰部靠近肾脏，肾脏不好，肾脏虚弱，有背痛症状，肾脏不好，一切都是徒劳的。男人是基于本质，肾是主人，如果肾脏好，那么男人会更强壮更健康，如果肾脏耗尽，该人的活力将受到严重伤害，并且会发生疾病，该男子将有阳痿湿滑的经验疾病和其他疾病。因此没有弱者，但肾脏不强壮。一些网友反馈，肾虚是我从未敢于做女朋友的原因，我害怕我很难看，尤其是如果我害怕我在一个心爱的女人面前丑陋的话。我以前做过性生活，但我还没有和女性朋友在一起，但我不能等待很短的时间，如果你觉得有点刺激就会没有，尤其是没有脸，但你会说脸是最不值钱的。保持肾功能的关键，男女应注意。一、三天注定，七点努力，自然资本一方面，后天的维护也很重要。最精彩的医疗方法是不生病，最好的药是我们吃的食物，食物营养的补充远远优于药物的依赖性。二、频繁的腰部活动，更多的运动可以健康和危及生命。踮脚尖，双脚并拢，靠近地面，用力抬起脚跟，然后放松，这可以增加肾脏的充盈，锻炼腰部的肌肉，使排尿更加顺畅。病从肾男人，男人的肾脏不好，早上和晚上喝一杯，一周内有20岁的肾脏，不能错过。三、充足的睡眠也是恢复精神的重要保证。工作紧张，家里也有更多的烦恼，当你去睡觉时，你应该准时休息。四、频繁的腰部活动，更多的运动可以健康和养肾。天空大，根深，树长得好，寿命长，根深。人的肾脏相当于树的根，如果人们想要健康和长寿，他们必须保护肾脏。肾脏是人基本的，特别是男性朋友，他们最关心别人说他们的肾脏不好。今天谈论哪些小动作可以维持正常生活中的肾脏。一、洗澡时脚踝周围多摩擦，脚踝周围有许多针灸穴位，在这里最重要的针灸穴位之一是太溪，这是肾脏最重的穴位，它位于足的内侧，并且穴位通常位于足后缘的凹陷处，可以缓解肾脏疾病、遗精、膀胱炎、男性功能不强、排尿频率，还可以增加男性功能。因此肾脏不好的人可以好好看看这个肾脏的穴位。二、腰部多用手掌摩擦搓背，不仅能清洁我们皮肤表层，通畅毛孔，增强淋巴循环，还能有效地排出我们身体内的毒素，通经活络。通过搓背还能刺激内脏功能的协调，有很好的保健养生的作用。背上有膀胱经，而人的肾与膀胱相表里，是夫妻关系，一荣俱荣，保养好膀胱经就相当于保养好肾脏。因此洗澡时多搓背有助于养肾。男人肾不好，早晚偷偷喝一杯，一周拥有20岁的肾，不能错过。桑葚又叫桑果、桑葚儿，农人喜欢其成熟的鲜果食用，味甜汁多，是人们常吃的水果之一，适用于肾虚精亏导致的腰肌酸软、夜尿频多、肾盂减退等。
早在2000多年，桑葚已是中国皇帝御用的补品，被称为民间圣果，也是男人果。桑葚补肾是有科学依据的，研究发现桑葚中的锰元素是天然的雄性荷尔蒙，能促进性激素分泌，增强肾脏阳气，有良好的壮阳效果。桑葚蜂蜜水，睡前用温水泡15到20黑桑葚，加入一勺蜂蜜，持续7天见效果。肾脏受损可通过饮食来调理，对于肾脏，中医也推崇通过饮食来调理，能最大限度的减少药物对身体的伤害。中医认为黑色入肾经，黑色是养肾的，黑色食物里最益肾的则是黑桑葚。黑桑葚色黑而紫，性味甘寒，极具有补肝益肾、生津润肠、乌发明目的功效。经常吃桑葚能够强烈激发性功能，增强性欲，女性也可提高生殖能力。请 PGC card PGC-CARD-HREF Text Deco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Block Width 100% Height 100% 请 PGC card PGC-CARD-HREF Have a text decoration Long PC 两视星 PGC card box sizing Border box High 164px Border Excellent 18188 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px 94px 12px 180px Overflow Hidden PG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Block Border left Excellent 18188 Height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76px Top 20px PG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162px Height 162px Top 0 Left 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G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 WebKit transform Translative 50% Transform Translative 50% PGC-CONTENT-TITLE Font size 18px Color 22 Line height 1 Font weight 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Wrap PGC-CONTENT-DESC Font size 14px Color 444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top, 9px, overflow, hidden, line height, 1.2mm, display, 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 2, WebKit box orient, vertical, PGC-CONTENT-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85959, padding top, 18px, Line height 1mm, PGC-CARD-BOY, width 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0, top 50px, color, 40599, font size, 14px, text line, center, PGC-BOY-TEXT padding top 10px, PGC-ICON-BOY, height, 23px, Wi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URL https, s0, static.com.pgc.vrpgc.tpl static image commodity by frb4da, png. 桑葚酒，做法，准备300克桑葚，洗净晒干，把桑葚放入干净的容器中，加入适量的冰糖，然后倒入白酒。最好为45度的白酒，切记白酒一定要没过桑葚，密封好，一周后即可食用。适宜人群：体虚、肾虚、儿童及一般人群、禁忌人群、糖尿病患者可以食用黑紫色桑葚，要控制好摄入量，但是要肾肾或少、肾不好的男同胞，三伏天要用黑桑葚泡酒喝，早晚偷偷喝一杯，15天拥有18岁的肾。家是温馨的港湾，
容乃飘薄的灵魂，家是如伞的大树，遮挡酷夏的骄阳，家是清凉的雨丝，拂去疲惫的征尘，家是永远的牵挂，珍藏幸福的存根。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